太阳开战了，谁能赢得月亮的芳心？你以后就叫我 Ray 好吗？ Ray， 为什么那个 Sherry 又出现？输给 Sherry 不丢脸。他们各自的事业跌入谷底，说不出来。为什么 Ray 会失去味觉？他的工作的过程中会，你们的工作会害死人。有了选择，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？他却赶他走，请你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而他要留着的，你愿意陪我吗？他最后的选择是，现在我要证明我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诚意。日见你真章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日见你真章的视频。